都买这个基本到广州去到美国就三天。这个是美系列。现在打开了微星雷影十五，青岛，啊，青岛，海酒。配置是矮酒13900 HX。HX 对讲 H， 前款是46406。开箱微星雷影十五，矮酒版4060前款，金属机身，这个是从京东全球购买的。内容物就是一个电源线，一本说明书，一个机器。那现在开一下机。没有电。我的解决方案呢是中国寄过来的笔记本我连在显示器上面用，这键盘启动是 RGB 还蛮炫的。我配的是戴尔的 S34 显示器。
现在只显示二号显示器，这是个不错的解决方案。这样买大概只要8000多人民币，但是在美国买可能就快要2500美元，所以说这样还挺划算的。我讲的是光主机的价格，同等配置。大家看这个配置可以吗？